在陪我的小伙伴剪头发。我们就是准备来吃这一家。我点了一个辣的豚骨的，然后小伙伴点了一个不辣的，然后我们点了两个小食。炸鸡还行，里面有好多汁水。我觉得它今天面不太清爽，就是不是一根一根的那种，跟我们家别的料跟里面饺子感觉不太一样。还有生姜，作为不吃姜的我。吃完了，不知道是他今天水平不好，还是他们正常是这个水平。就是我们觉得今天的面特别黏糊，然后就一点都不清爽，然后就在我们心里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差劲，可能成了我们俩心里的黑名单。然后我现在准备带我的小伙伴去买我之前喝过的，感觉好像是都柏林很少有的抹茶拿铁，就是这一家。不太好看的辣，趁没有人先尝一口。抹茶的味道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当撞了。我们好草莓呀、啊！哇，看到了那家超级呛人。现在，哇，我第一次见到爱尔兰的火警，其实是真火警。我们真是倒霉蛋笨蛋呐、啊！我们坐反了，然后现在遇到火警又不能走，前面封道了。我们今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，我要不看，我的霍格沃兹就接不了我了，我就不能上学了，生气。现在决定多刷额外的公交的钱，本来可以不用付的，但是我现在决定是坐那个路瓦斯。强扭的瓜今天必须得甜，甜不甜也得甜。刷个卡，路瓦斯要先刷卡。哇，终于到了！然后见到来接我去霍格沃兹的班车啦。那个魔法石，哈利波特魔法石上映20周年，然后在都柏林有一个为期3天的展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好像可以看到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，四分之三的站台。但是他也真的是着实的简陋，他也不能给我气一下吗？他就靠这巡演啊。刚才的展览实在是太简陋了，好伤心呀。现在我们准备逛一下商场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哈利波特眼影盘，还是个公主的这个面膜比较实用。它真的很好看，但它真的很不实用。我现在觉得，我好像已经回来了。我最后还是买了一个小东西，就是这个 Hogwarts 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是唯一一个很实用的东西。就特别像我那天看中的酷彩的那一套那个厨具，但是那套厨具这边还没有上，所以我也不确定我会不会买。我们一起来拆一下吧。哦，杆做的也太好看了吧，太好看了吧。我终于交了我最难写的那篇论文，我前面2周都在家里赶论文，痛苦死了。我今天是个周末，我跟我室友准备一起去市中心逛个街。我又碰到了，我感觉我又碰到火警，我已经连着几次都碰到火警了。我才发现不仅是圣诞树，这边的灯也挂上了。哎，但是每年都是一样的灯。嗯，有不能有点新意吗？对，我们来喝这家奶茶，我还之前一直没有尝试过，他们说很正宗。我喝什么？你准备喝什么？选择还是很多的嘛，还有吃的。生意好好，好多人呢。这还蛮可爱的，我觉得它画起来就是，哎，又下雨，但是又觉得好热啊。明显比上一次的茶味要重很多，是全糖的对吧？对 ，normal 还行 ，normal 可以， normal, 珍珠也还行。我全都是点 normal 的，我觉得 normal 最适合正常它的水准了。晚上准备试一下这个沙河粉，我还没有炒过这个粉。我腌了牛肉，我还准备了豆芽，但是我没有买到小青菜，所以我准备用菠菜就将就一下。感觉炒的有点那么个意思，就是除了原材料不太齐以外，我准备尝一口，是我喜欢的味道。
我的小组同学昨天放我的鸽子，决定今天早上在 Zoom 上面个 presentation 前最后一次小组 meeting， 混死我了！我感觉我现在坐着就能睡着。Thank you. Bye. 哦，终于弄完了，混死我了。还买了一个牛油果的这种纯的酱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看起来还是非常完美的。我就把它们合到一起吃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牛油果酱应该是为了防止氧化，它里面是有加柠檬汁的，就是带一点，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味道。赶紧吃完了，还要去学校上课呢。又出来开小组会议了，然后等会晚上有一节网课，但是我感觉我应该不能撑到空腹撑到那个点。买杯咖啡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吃的，因为之前在学校吃饭的时候是要坐在室外的，真的好冷，所以我最近都不在学校吃中餐。我给你们看，就是这样坐在室外看学校的圣诞树。哇，但是这里有一棵大圣诞树哎。超市卖咖啡的地方人巨多，我准备来 Sports Center 这边的星巴克，因为我们学校的星巴克好像是最便宜的星巴克。原来住在学校的时候还总是过来，现在超久超久没有过来，看一下喝什么吧。先咖啡时候碰到一个超级搞笑的爱尔兰老爷爷，超级无敌 nice， 然后我们聊了两句，现在拿着咖啡准备再去图书馆待几个小时，然后一直到等会上网课的时候。今天又是网课，我最讨厌上网课了，上完出来天都黑了。Take this love slow. 我们提前下课了，所以现在天还没有完全黑，好开心呀！不然就会推开门迎接我，居然是一个全黑、全黑、全黑的天空。你看，我们学校还在灯火通明。今天的晚饭做好了，我热了一个前两天煮的那个番茄牛腩，然后炒了一个青菜。终于下课啦，困死我了，一个大早课。现在准备去坐公交去市中心，因为又到了我跟我小伙伴惯例约饭的时间，因为接下来会超级超级超级忙。哎呀，等一会儿再讲吧。最后两周半左右会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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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忙，所以大家应该都完全没有时间见面，然后今天准备去吃个饭，疏解一下最近痛苦的作业压力。准备先去一家面包店，就是这个最近在爱尔兰超级火的这个 Bread 41，它就在 TCD 的商学院对面，是这一家，这个粉红色的 logo 这里。哦，店里面在排队，好多人呢。面包就在那里，但是这个队伍超级多人。好啦，希望它是好吃的，不然枉费我排队还排了一会儿呢。然后现在准备去买个咖啡，我看到附近有一家我很喜欢的咖啡店。你们看看我刚刚买的面包，好诱人的，买了一个 morning bomb， 一个 croissant， 还有一个 coffee， 好像我那天查它是马芬加可颂的结合体。对，我去，等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这是个小杯，我点的 flower， 超级可爱。I'll take this love sl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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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low.我小伙伴带我来吃这家，他说他的越南同学说很正宗，然后他也吃过，觉得很好吃。到了开心的吃饭时间，真的好香啊！吃吧吃吧，真的好香啊！好像把丸子包进去了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味道还蛮足的，里面有一点点柠檬的味道，然后
清清淡淡的，还蛮好吃，但是又是有味儿的那种清清淡淡。我们两个人顶了两个主食，加一个小时，居然还要把主食打包回去。念念已久的意大利蛋糕店。嗨。好像是我那天就是在那个什么Shine上面买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，我们来拆一下。我已经放到外面喷过消毒水了，等会儿我再洗个手。啊，我买了棉柔巾，因为我在这边还没有找到棉柔巾。对，这就是我的关键，我就是想买一个面包刀。啊，就是这个手机壳，超可爱，你看，超可爱，超可爱。这是什么啊？我买了睫毛夹，我不是说我以为我带了睫毛夹回来，然后还特意问了我妈，我是不是留在我房间里没有拿回来今年，然后我就买了睫毛夹。好，我买了一个这个打泡泡的，是我想尝试复刻一下茶颜，所以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还有两板假睫毛，虽然我也才刚刚学会贴眼线，但是，哎，我这种人技术不行，但是东西要有。拆完了，我要继续去写论文了。我这两天有一个，就是三天限时三天的论文，所以拜拜。哎，就在我刚刚准备继续写作文的时候，啊，我双十一囤的零食终于到了啊！这个是室友他们要的那个大麦茶，我买了超级多瓶不同口味的 Rio， 准备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喝。我买了一个这个，他们说很好吃，但是我没有试过，我不知道。还有三角小饼干，这感觉就是我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。这个是给朋友带的，然后这个桥头的本来是我今年就是带了一小块一小块那种回来，但是然后我快用完了，然后网站上面又没有一块一块的，我就准备用这种，反正可以切开然后放起来，就每次用的时候。然后我又尝试了一个名扬的，我好像这个我原来也吃过，但是我不记得好不好吃了。买来小零食烤面筋，买了一个抹茶味的派派，这个都是我朋友的，还有一个芝士小蛋糕，主要就是为了想囤一下螺蛳粉，因为我们这里螺蛳粉可能是我在这个中超上面价格的大概是两倍，都柏林的这边中超都卖，就是好欢螺或者是螺霸王都卖6欧多一包，太贵了，然后网站上面买大概是3块多，就觉得还蛮划算的。我也是第一次买他们家，我之前看到小红书上很多人发，我还很无聊的买了一个麻辣烫的，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吃，我就是很好奇，给你们看看一地的零食，虽然不止我一个人的。这回真的要去写作文了，我好像真的没有快递了，朋友们拜拜。我朋友们，我终于写完这个论文了，现在凌晨4:35，这是一个限时论文。我昨天晚上熬了一下，然后今天熬了个通宵，然后他不仅要写，他还要画图。我准备现在交上去去睡觉，然后明天，不对，今天睡醒了之后起来检查一遍上交的没有问题，就完成啦。给我们朋友们，我居然已经醒了，现在才10:30。哎，设计桌面充分地展现了我现在的状态，我真的又困又饿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就剩鸡蛋了，就煮这个椒麻的吧，然后等会儿去逛个超市填补一下冰箱。我终于出门了，我要去逛超市了。我两次想出门，刚才都下大雨，快点去超市了，真的怕等会儿下雨，真的好冷啊。哎，但是，哎，出来转一下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这个风吹的是不是？我转。
准备先来逛个玛莎。逛完了玛莎，我只买了一点东西，没有什么没买的。然后，但是我的卡里面有一个 offer，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这个购物袋，我感觉还蛮实用的。然后我现在想去说去逛一下 Lidl， 看 Lidl 有什么，好多人都有这个袋子。回家，回家吃饭饭啦。我总觉得他摇起来有种嘲笑我们的感觉呢。